要我说呀，他就是生得太晚了。两族大战时他才几百岁，若他能早些出生，那个东方青苍算什么？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他要是敢挑衅我们长恒仙君，肯定会被我们长恒仙君打得鼻青脸肿的。一个毛头小子也配和月尊相提并论？你也不用嫉妒，东方青苍都死了，当然死无对证啊。反正长恒仙君不仅是三界第一强者，还是仙界所有仙子心中的梦中情人。也是你的梦中情人？你喜欢的人就是他呀。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一介卑微精灵，所以我从来也不敢奢想什么。只要能离他近一点，天天见到他就行了。停，本座只是问你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你绕来绕去说一堆废话干嘛？这怎么能是废话呢？我是想说，哎，算了，我看你是被关太久关傻了。反正大强，你要知道，不要再在我身边浪费时间了，我没有办法回应你对我的好。本座不需要你回应。你呀、你就是世面见得太少，不知道这三界美女如云，比我漂亮可爱温柔的仙女多了去了。那又如何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见得多了，自然就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特别，就不会这样缠着我了。对本座而言，这三界没人比你这小花妖更加特别。你，反正我就是告诉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长恒仙君，不是你。我也希望是长恒仙君陪在我身边，不是你陪在我身边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？